婚姻地检署为民国98年开始实施社会劳动制度，和轻微犯罪人会当用努力的方式来换取罚款或是刑期，和社区或是机关有能力来协助摒扫环境，也和受刑人有机会回馈乡里，达到司法、社区和受刑人三赢局面。从98年7月份开始实行这个社会劳动制度，那它等于是就是针对那种被判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是拘役，或是而可依科罚金，但是因为不方便不能缴罚金时候的一种替代的一种新法的处分这样子。然后呢，那98年7月开办至今哈，基本上我们应该是服务了应该是好几百人以上。一个社区不管做这做旧，你若靠上草啦，社区的人就减靠上啊。所以今嘛呢，社区呢感到不好，以前的社区呢，我们也当作我。这样社会劳动制度受到不歹回应，但是有部分的受刑人也受一挂歹习惯，亲像有人会低头做代志无认真，也是有饮酒来做事。在做你卖饮，你讲无我无饮，我拢全袂饮咧。我来酒也不足重咧，安尼讲两届，搁无听第三届，我马上通知咱这个最美丽的主持人，对无？我会去处理。婚姻地检署关怀人协会希望透过观摩方式，或者申请社会劳动社区或是机关来互相分享经验，或者让社会劳动政策达到公平，未去浪费资源。那本署到现在的话，我们现在的机构吼，我们社会劳动机构总共20个，好，那今年度的话又有新增加了7个，好，对对，哎，那我们现在总共有27个机构。这样社会劳动制度、社区还是机关的主事者态度相当重要，因为制度转型后也是需要人为去实行、人为去控制。目前婚姻地区有27个单位去申请社会劳动，那么申请社会劳动服务的单位会当向地检署关怀人网站来查询。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